双手紧对好的功五寸。少年他们，他们要来给你，他们在后面，却要将红包交给一马车，花一马车，他们会放车，接着来我的给你，有礼吗？这两个会他们也给你吗？我们那时候，外地他们怕，生命也要苦，干部和家乡大大带下来，很少一种。冇車嘅，你可以換個發展電器，大家學起咯，割掉只香港，推翻只老政府，起一個新嘅革命，做一個好政府，這才是雙十字嘅紀念。